你真牛逼，连打贝塔。嗯，老师跟你说，贝塔也就是现在脾气好一些了。贝塔别怕他，刚他动手动脚能行吗？打你啊！我揍你啊！你揍他去！你去吧，你别，你去跟他交流一下。你也敢跟我伸爪子？找猫去，去找菜菜，去。咋整的呀？三天被揍两回。滚一个！你知道他滚是能滚吗？他能滚一个吗？他能给你滚一个吗，贝塔？